Hello，大家好，现在是12点钟，对，午夜的12点钟，所以我现在不敢特别大声的说话。其实呢，以前就有考试进取的这种说法，就是有些歌，旋律太过洗脑，然后考试的时候脑子里面就一直在循环那首歌。Twice 的歌呢，特点就是旋律非常入耳，然后比较洗脑。而我这次呢，给大家盘点一下 Twice 的考试进取。OK，那我们来直接听一下吧。Good night.
餐呐、哇、wow、OK， 如果不压着嗓子的话，我刚刚应该是，如果你还是一个考生的话，点开了这个视频，可能到时候你考试的时候脑子里面就会一直循环这种。如果是考生们的话，那就希望能够在考完试之后再好好的玩耍。OK，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为止就结束了。谢谢各位的观看啊！如果觉得还可以的话，那就关注一下，然后素质三连。